欢迎来到人生解谜这个空间。人生解谜最后一集，同你揭晓最后两句谜中谜的四字真言。这两句人生最宝贵的句子，分别是由人生解谜第十一到第十四，同埋第十五到第十八个谜语的谜底字所组成的。我们先看下第十一到第十四个谜语先。谜语第十一，要来的人都没出席。谜底十。第十二，加上左一节，保留右一节。谜底加。第十三，卖了全部，买回一半。谜底赎。第十四，一加三或二加二，答四都不是。谜底聚。四个谜底字就串成了十加赎聚。神将独生子耶稣差派到世界上，为人所犯的罪而代死。人的罪是由人类始祖亚当犯罪而开始的。人成全了亚当的罪，罪又会将人带到死的结局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，目的就是为人赎罪。相信耶稣就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得着永生。这个就是耶稣十架赎罪的果效了。好啦，最后一句四个字的语句又是什么呢？我们又看下人生解谜第十五到第十八个谜语啦。谜语第十五，一点也不。谜底他。第十六，赶走了一十，再赶走一千。谜底是。第十七，银有一点，金却全无。谜底粮。第十八，撇下文章去看牛。谜底木。睇到啦，四字真言就是他是良木。这个他呢就是耶稣。耶稣有神的位格，是我们最可以信赖的好牧人。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在好牧人的看顾之下，每隻羊都有吃有喝有休息。就算在患难的时刻，牧羊人仍然不离不弃。无论前路有多少挑战，好牧人依然引领在前，我们就一无惧怕了。我们都挑负着生活重担，奔波劳碌。其实只要认定耶稣是良牧，将一切交托给他，那我们的人生担子就会轻省得多了。好啦，重复一次人生解谜全部十八个谜底字，就是信耶稣得永生，唯一真神，十架赎罪，他是良牧。这十八个字其实可以有不同的组合方式的，例如耶稣良牧是永生神，又或者耶稣是真神，信他得永生等等。我们更加可以将这十八个字串连成为耶稣良牧是唯一真神，十架赎罪，信他得永生。这样呢，就真正是将我们所追寻的人生意义呈现出一个完完整整的答案了。盼望你认真思想下这些谜底中的谜底，希望人生解谜可以为你谜解人生，带来人生的终极答案。好，人生解谜全部播映完了，最后我们就要将这十八个字送晒给你，愿你得着人生最大的祝福。耶稣良牧是唯一真神，十架赎罪，信他得永生。再见。